上哦，好吧？那不能免俗的，好不好？只要来到本店，如果有过生日的话，好吧？啊，都要帮你办一场祈福法会了。别的地方没有的哦。来，请现场的各位跟我们用最庄严肃穆及慈悲的心肠，一起双手合十。这个啦，这个是普渡的这个十，十，你弄十啊，这个是普渡用的，这个才是好吧？来，预备。幸福美满的、啊、好不好？啊，头好壮壮，对不对？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三不五时要回到现场，好不好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明年的今天要再度回到现场来，好不好？你要跟法师我还愿啊，哈，好吧？最后祝福你。出来最近的人们都缺乏同胞爱哈，哎，刚刚应该鼓掌的时候，那一桌很大桌的就没有鼓掌了。好，预备起，暂停。好，看得出来，哎，对，刚可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了哈，好吧。哎呀，我明，啊 ，Miki， 你男朋友要走了？哎呀，我才刚刚过来唱而已呢，哈、啊、是啊。OK， 拜拜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See you next time， All right， 好，继续啦。让我好 ，OK， 那继续呢？安排这首。走过世纪，是这首对不对？太棒了，留给下一个时段。因为我只会唱这一段而已嘛，吼、哦，这不是肯德基，这不是肯德基。知道不会唱了，我们留给下一个时段的女主唱唱，好吧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安排这一首歌曲，好了，蓝雨哦，好吧，带来这一首我们 A 十桌这边点的歌曲，这是怎么说呢？这是张学友，没有错，张学友。张学友呢，有一次跟他的老婆叫做罗美薇啊，他们来台湾玩耍哈、哦，啊，本来他们要去绿岛，结果坐那个小飞机嘛，你看，啊，小飞机风太大，就偏偏偏，因为绿岛旁边就是蓝屿嘛，偏偏，哎、啊，就被吹到蓝屿就迫降了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有感而发，就讲了这个故事给他的经纪人，他经纪人在折成他的叫他的那个作曲的。那个团队啊，蓝雨这个故事是这样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蓝雨，这样好不好笑？好，唱歌没有掌声怎么唱啊？吼、哦！对。
下雨天。